わっしゃー、愛で空が落ちてくる。
Don't eat that one.我拉了快十分钟了。我从最开始的开始抱一抱啊，抱一抱心得的那些。Clone 01847522 Lucifer 8282 Leon Flina 92975 Lee92975 Purse Persephone 65 Lady Wen 13041 A Dead Love 跟 Hikari 91062跟 J 好。大爽了，打电动。虚拟零九三三九零二，我昨天关台之后，尝试的开了几个神庙，有六个神庙都走出来。Sky Kobe， 感谢。开了六个神庙可以打。Rokoiko， 感谢。还是你叫做 Roco Eco。好了，大家有看到，从我对着地图把目前去过的地方的几个神庙打开了，不过我还没有解。对，今天开始就是先以解神庙为主，有六个可以解，包含我面前这个的话，比较特别的是这个。这个在进去之前要先解一个谜，它叫雷之台地，这边会一直打雷，然后你要放四颗球，不是这么容易。我把它解掉了。然后这个有特殊要求，就是说在红月的时候，红月的晚上脱光光站在机台上面，它才会打开。好，这运气不错遇到，所以就把它打开了。就这样。妮妮一二三，感谢。那我还是先把地图打开好了。今天应该也是不解剧情吧，就是神兽部分，神兽部分先不走。神兽部分先不走，对着地图解解解。我想要先把能解解掉。哎，谢谢阿酷，你名字太难念了，就叫阿酷了。然后。我看一下、喔、左半边几乎都没了啦，右半边倒是蛮多的，这边好像有一个最终 BOSS 城那边有一个，我打算顺便解解，然后这边好像也有一个塔的上面的这个位置。 WWWBBS44， 感谢新的订阅者 又增加了、欸、为什么干开窍了吗？哦哦哦，突然觉得这一台定下去我会变帅，就是聪明，选得好。好，总之我先把手上的解完好了，我再一个一个对开。那我们就先解这个吧。绝大多数都是那种在地图上面很明显的啦，就很少数几个是特殊要求的，而且靠近就跟你讲。Kuro Puff， 感谢。啊，是不是？妈洛娜的祝福，谢谢大家，解完一个了。线8610，感谢。すごく楽しい。Lico 068147，感谢。这个神庙太普通了吧，就像给100块，然后叫你滚。打发我。710，感谢。这个神庙超普通的啦，就跟我会对观众做的事情很像。哎，什么要签名拍照？这100块拿去，你先离开好不好？摸一下带喽。
好了，这个解掉了。你解那个雷之台币。对吼，这个礼拜五4月20号有一个实体活动，在信义区，当天不做任何签名拍照，晚一点再跟你们讲这件事情。Little cat， 感谢埋藏的秘密。Ulter 6267，感谢。Japan 920720，感谢。哇，这一关怎么看起来这么酷？哎，干，糟糕！我对自己踢扁了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我会把这移开。想说我来起爆龙蛋。差一点就要对自己起爆龙蛋。Power 048787，Real 阿西达卡啦，感谢感谢。橡胶紧身服，哎呦，电麻防护，哎，好赞。哎，这里有。我不怕痛，不怕输，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。如果说天意已决，我会干你老师。那终究已注定。伤会少一点。对，超破以168168，感谢。为什么今天的新订阅者多了这么多啊？平常我的新订阅者会增加的可能性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开窍。哦，我突然好想订阅的那种心情会蹦出来。谢谢大家，聪明的选择。那你要这样才打开，可是我需要它我才上得去，对不对？嗯，把这个收起来，兽王大剑，你的运气不错，嘎又嘎死。哎，谢谢 ORV 还有 Blockchain。2145收到多少？别刺豆！哎、欸，真神奇耶这一关，可能要先上去吧，先上去看看状况。哎，先上去再说。Leo 2104，对。谁也逃不离哦！金剑砰砰拳，感谢。无情无爱，此生又何必？哎，进去了。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你。哎、欸，而且那边有一个宝箱的人，谁也逃不离哦。无情无爱，此生
我愿意。MGHCOP25，感谢。我杀大哥，你怎么？哎、欸，我竟然不知道怎么拿到那个、欸。耶、yeah ！谁也逃不离哦，拿到一颗蛋白石。耶、欸，拿完了，想办法多关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刚刚有一个订阅，谢艾丽莎红，感谢。无情无爱，此生又何必？哎、欸，要先上去吧。LJS Blue， 感谢。帅一波，谢谢帅哥。我、哦、这边竟然给个电麻装，哎，好像还不错。不知道这游戏什么时候有需要抗电。哎呦，雷之台地竟然不打雷嘞，好酷、喔！这边刚来的时候一定打雷，所以才叫做雷之台地吧。这个是那个驿站的，还有四个。今天除非我今天解很快啦，不然这一区我还是先不开，就火山地区。我知道这边好像还有。这个吧，这个好像是一个那个骷髅池塘，还设计蛮可爱的。Memon 0409，奥药是怎样？南斗水鸟群。笑！瞄准刹那，その瞬間。要安怎生这个胸腔？哦，年纪轻轻没什么梦想与目标，跟咸鱼一样，是不是很可悲啊？迪阿阿斯，不会啊，就是一般的人生啊，很普通吧。三强，我就是
人生嘛。这边就打开了，好像在那个后面吧。得，这边有一个跳台啦。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前进的？他这样一直弹是这样。很小，哎，那里有东西，是不是跟那个有关？没有啊，就直直的。这看起来是把它射下来。我打了一把兽神弓，哎，好强的弓啊！有没有垃圾弓可以用？这个女的。好啊，三小。不是啊，这就宝箱而已啊，三小啊，看来这个应该可以加钱使用的，而且木剑还可以回收，赚赚赚！哦，游准弓加钱，啊，比这个还强。三四。哎，所以我会不会用这个射他？难道他叫做极致瞬间？不知道这样射他有没有意义？把我撸上去应该可以了。带我飞总可以了吧。哎，这招我已经三年没有用过了，不知道我还用不用得出来。三年不用，面目可憎也。
快。Dark Teen 20914，谢谢。哇，太高了！大哥，好高啊你啊！Length War， 谢干，他怎么不死出来？我要弄掉头。哎，不如垫个脚滑就好了。垫个脚好了，大哥，我帮你垫脚，有没有效果就是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大哥，你要往前面一点啊！呀呀！有了有了，终于出发了！三小。总算是愿意出发了。18624791135，而且，啊你嘞，大哥。哦。哎，他怎么掉了？单脚站立，奔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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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奔，8475SSSS，感谢。好，下一关。
啊，励志考验终极啊，这么简单啊。每次他妈都是开场先干我一发呢。哟吼吼，2588，感谢。守护者匕首 Plus， too easy。啊，我手上这一把快坏了，好可惜了。就靠 YW， 感谢。哎，啊，我的剑呢？我甚至不知道我身上有哪些东西是没有拍过的。00397823，感谢。冰雪剑。所以我火焰杖还没有给那个，给那个小弟看。贝尔零一二。葱绿有什么好吃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哦，很多 N7871， 感谢不会念的名字。Hank 2525，感谢。这个也剪掉了，剩下两个，这边跟这个。Izuki 123，感谢。我先回去给小弟看一下我手上的剑。抱歉。No way out， 1991。是说那海拉尔图鉴是不是可以靠钱买满？拼命去买一堆。Peter 7706J， 感谢。Belana Chan， 感谢。我列秒个拍两。哎，这不是我家。Speed 624，感谢。可是我爱披萨胜过你耶，抱歉。リファーの祈り、いつでも使えるよ。いつでも使えるよ。お。
挤不下去。清晨5:45要找到那个喜欢看装备的死小孩不容易。艾比，好像可以靠任务，任务标示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哦。嘿，嘿。炸弹剑10支350，10支350好像蛮便宜的，老实讲。哦，好贵。哦，买点鲜奶好。我买了一颗苹果，我吃了一口，妹妹吃了一口，爸爸吃了一口，妈妈吃了一口，隔壁邻居也想吃好吃。到底是三小？我要怎么回应你啊？哦，你喜欢吃就好。1501，感谢。我看你都听你吃咖呢，迷迷上上，嘛是袂歹。猫碰碰，感谢。克斯克多纳申福尔5美元。谢好心 Miki。哎，新加坡，哦，火焰杖你要看无？该你起床哦！啊，看你民国几年想要甲恁灭起来？无反无用呢。哦，够强的。新加坡。8点啊，困到民国几年？哟。来，你看，我的火焰杖，安尼有水无？茉莉布林棍啊，茉莉布林棍，我告把它还你。那这一只就把它去找茉莉布林棍。茉莉布林棍是要去哪里搞啊？我还真的是不知道、欸、其实路上还蛮容易看到的啦，但是你突然叫我伸出来，我就不知道去哪里伸。哆瑞咪4055，感谢。这个是什么？木汤勺。这画面上面哪里有木汤勺、啊、我拍的真好。这是波克棒，龙骨波克棒，茉莉布林棍。我记得我有拍啊，尖刺波克棍。这是茉莉布林棍，黑黑的。格鲁德高地跟费罗尼草原，好，第二页页三，感觉什么东西很纯、啊？他刚刚是说什么高地？布莱德台地，
格鲁德跟费罗尼哦，你表在是哪位？我还真的是不知道那是哪里。这里这么大，八旗平原哦，哎，观众聚集地。哪里啊？我也没看到什么平原，也没有看到什么高地啊。HYO 赛，感谢 HYO 要怎么发音？神奈一吉，感谢。なんで？真是神奇耶。茉莉布林棍，这个黑黑的大棒我有印象啊，爱用的捡漏棍棒，我就记得我找到过、啊。我先拿嘟嘟嘟好了。如果靠近了的话，再说。就让你靠近，嘟嘟嘟。先继续解神庙。XZXE2044 感觉。其实只要找到比较黑色、比较黑蓝色的大只佬就有了。Sin 九零 SE 感谢，不难找了。哎呦，好，怎么一降落就有一只鸭？死鸭他妈的！配合摇晃，哎呦，聊天室摇起来哦，是哦。哎呀，是哦，摇摇，干这个我不敢上去，哈哈哈！哎呦，摇摇，是哦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啊是啊是啊，哎，哎是啊，尤利亚，哇，跳不过去怎么办？可以。笑死我了！
这是要把射断吗？啊，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？我不想要浪费我的箭矢啊！嘿，要钱不要命！啊，尤利亚！啊，这个距离大概也没有办法要钱不要命。啊，尤利亚！尤利亚，一牙七九七九二，感谢。干可以，要钱不要命的时候又到了。哎呦！手里一个八零四一六，感觉我快没血了。生命之枪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大哥，小心啊！啊！尤利亚！看，他把我传到哪里？这里。2307925，感谢。Kentji，感谢。大哥，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好之类的？不行，时间暂停你也太难了吧！哇，生命之弓五连发好强哦！我乘三的啦，乘三喜呢？乘三还是比较好一点。七六三四的丢掉好了。下班豆哥，上完五天班，等等要接着上四点的班帮忙。我觉得我要去了，大家晚安。太厉害了吧！娇娇。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远见面三秒即尤利亚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是上下会有一个火，他希望我用我把那个摇晃过来，然后用火把这个打破。别用我的火焰弹。好了，然后再把它打开就可以了吧。哎、欸，好、哦、好、哦，已经接完了。剩这个，
すごく楽しい。推嘞。解完了，九，尤里亚，踩盾掉叫炸弹，我不会配炸弹欸，配炸弹是要先开炸弹出来吗？试试看好了。啊，不太行。其实我不知道要怎么配炸弹，管他的。鲁耀塔屋，穿门而过之人，哎呦，硬过窄门的时候又到了。这边长什么样子？啊，是这样子的玩法，这样子玩法需要用点脑袋。要花一些时间去理解。它是怎样，这个是往右上哦。这个要想办法让那个穴进去。YC 1022，感谢。
够高，可惜。嗯，不过我就差一点。来，出发！啊，那你？竟然卡在那个位置。巴塔333，哇干！3332900，你怎么陪我？我个天气我哭了！耶 ，too easy。干这五连发功也太屌了！啊，这安怎？这唔弄一个，甲你白弄死！起飞！我觉得我可以。需要一点惯性。有点歪，有点歪。因为如果我用惯性过去的话，我会往这个方向，我来不及转向。哎，起来嘞，真神奇！看来是刚刚力道不够。大家好，我来了，我拿宝箱了。斩风雨剑，加减。嗯，啊，这一关我的目的地是哪里？右上这边，我需要来到右边这个位置吧？啊，可是我想下去拿那个宝箱哎、欸，打我！小钥匙过了，帮我啦，拜托啦！把你放直的好了，撞墙！哎、欸。Eric Wrong 747，感谢。马张林，感谢。这个怎么突然变这么难上？哎，这个怎么突然变这么难上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反正这边就可以回去
再拉到那个惯性位置，在门那里。大哥，走走走！